この風呂暇だ。はい。暇だ。早く。はい。はい。何ないか。台湾黑牛。交易密码。大头大头，下一步走，如家园伞，我有大头。交易编号。06015413667788。怎么了？这一下可以人赃俱获的把你们一网打尽了，不要动！啊？咦？咦？我们的规矩是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我们的规矩也一样，一手交钱，一手看货。我可以试试枪吗？可以，请。我让你们十分钟，那输了怎么办呢？我就从来没输过，现在计时开始。快点，快点，哎呀，我呀，哎呦，林鸟。我们下去做件好事，小宋，小鬼，闪开！你们那么多人追三个人，一定是坏人。我们陆军不明法道招数，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让开！时间来不及了，大家还是快点走吧。走。啊啊啊！我，完了，毙命了。不能搞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跟我讲，你怎么来这偷笑的？你怎么骗我来这啊？我来是死，我没见什么人照顾。啊，你讲啊！
你够了！三猪啊，有什么好哭的啦？你要是死了，老婆就交给我就好了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你啊！你爱死，免惊无鬼人做了。有钱靠还是无靠？一通还是变来见哦，爱无免惊无了。奶妈，我教练呢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？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吧？啊、哦，快点啊！啊，他们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哦，快！好啊！你们迟到了十分钟，跑到哪去了？我们刚才在路上遇到一个坏人，那个坏人还被我们修理一顿。坏人？对啊，那个人长得张头鼠目的，一看就知道是坏人。就是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还咬他一口，踢他一脚呢。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啦！路见不平哦，拔刀相助，这是我们学武的人应该有的精神呐。那也要干你，我们家搞哦。师母，马尔寇城长得什么样子？哎呦，叫我师母，人家我们还没有结婚呢。你们师父哦，在我心目中是天下第一，世界无敌，超级美男子，太可笑了。他是五大门派哦，第180代的传人呢，不但精通各种武学，不论是刀啦、枪啦、剑啦、棍啦，18般武艺哦，样样精通呢。唔啦，阿尼哦，那已经唔买通了，看起来好费力气哦，就超不野啦。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哦！啊，你们师父回来了！阿郎，你回来了！阿郎，哎呦，好有孝心哦！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阿你来绑啊，这么严重啦？你哪安尼啦？不要紧嘛，搞唔正呢，甲你奶仔都袂堪的。有沟通师父，好心无雷劲。好，还不用介绍，想必 everybody 已经知道 who I am。Sure, we know. Yeah, we already know you are Mr. Marco Chan, right? Right. 我知道你们的心中一定对我不服气，没有关系，我会让各位心无口无的。现在让我的助理教练 Miss Wu 陪你们扑累扑累。OK. 我？你等一下帮我修理修理他们。只要你们其中一个人能够打到他的脸，我就拜你们为师。不给拜你哦。好，如果我的他答应你们，你们就听我的。OK, no problem。小妹，我的话已经讲出去了，你看着办好了。万一？没有万一。我的一束英明就全靠你了。嘿，嘿，怎么样？会痛吗？连这个可爱的女人都打不过了，还要跟我这个凶悍的男人打吗？要是我出手的话，你们各个蛮力都要找牙齿了。看看你们的会死，我就知道你们还是不服气。金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一切就归己来。这里只有两个字。服从。
除了胡总之外还是胡总。嗯，抽头告诉他们什么叫胡总。先从是的。不管几从几得了，现在县里面三路中也有跳进通组里面换老友出来，但是有一个规定哦，没个通考，通考怕请。啊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！通考，通考，通考，怕请，怕请，快逃，快逃，怕请，怕请，快逃，怕请。这么多树叶怎么摘啊？你再给我装迷糊，小心挨打。谁叫你用棍子打树叶的？我要的是用手一片一片的摘，不准有破裂。知道痛啊，打在你的手，痛在我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小叮当，你嘴巴怎么变这样？花花控人要我咬甘蔗，咬了一天嘴巴好酸哦。好好，还有甘蔗可以吃，我搬石头就是搬石头。那我跟你换好不好？好啊。哎呦，我肚子饿。想过去吃饭可以，但必须先过我这一关。有没有搞错呀？等了一天吃个饭还要这个样子。小叮当，张伟啊，小老板，我们两个上。谁要过来试一试的？我上。不要也让我过去好不好？行，谢谢。救命啊！还想不想过去啊？不想。没出息的。哎呦。我呢？哪呢哪？
叫人家吃香草。我是为你好，你也不想想，你的身材好像汽油桶，该减肥了啦。我就知道你最关心我了。啊，我吃，再来一条。马尔寇先生，铁杵磨成绣花针，等我们磨成绣花针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被饿死了。是啊，我肚子好饿哦。我也是。哎呦，你肚子这么大，是不是怀孕了？哎，没有啦，阿头吃了碰空气啦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装的东西要去给小孩子吃？去洗衣服。半暝啊，哪有人在洗衣服啦？啊，你若看到我的面，就叫我洗衣服。回去睡觉。哎，囡仔无食，我拢消风气啊咯。去睡觉。搞不清楚这边水最大，哼，没大没小。起来给你们吃了，谢谢姑奶奶。不要抢了，不要抢了，一个一个来了，有轮有混的。姑奶奶，我要多一点哦。好了好了，那你碗不拿过来一点啊？来，哎呦，慢慢来吃啦，唔通去挤掉啦。哎，阿奶拢无包就吞落啊。哦。啊，小叮当，你好浪费哦。来，我帮你洗碗。你的碗洗得比沙都还干净，我看你帮我洗好了。何人来た？台湾が読み暮らしだ。そのメモは？メモは込みの命である。それをなくして、お前は生きる勇気があるか？兄貴、兄貴。何かの時間のお母さん、やだに探して、来ます、兄貴、兄貴。いかご、全世界のコミが破壊される。你是要在这当几天啦？哈，唔知啦。到底要当几天啦？我哪知啦，等船来啦，八天十天无一定啦。你好阿伯啊，你好阿伯啊，你好阿伯，你无意思啦。你靠不掉啦。干，你别他妈插人插人，我跟你讲，你别心情不好，你个狗，你都会死。哎，这水好凉哦！水好凉哦！哎呀，来吧，来吧！哎，今天你可以凉。
反正天气也蛮热的。神经病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吃素。吃素？我看你真喜欢吃全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切勿动怒为红颜。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要是被师父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就完蛋了。我们带卫生纸啊？有。只有一张而已啊，这怎么用啊？够了啦，我教你了，就这样子，中间戳一个洞，然后把它卷起来嘛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擦得干净吗？可以啦。哎，迪爸，我觉得马尔寇前有点神经病。哎，不只是神经病啊，而且他还是个色情狂。对呀，师姐，你看他在看武教练的时候，真像个地沟。对啊，地沟，这是癞蛤蟆想吃煎鹅肉啊！还有，他看武教练啊，口水就直流啊！顾奶妈还爱他，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爱上这种地沟嘛？还自称是什么少年180代？那种三脚猫功夫，还想教我们这种天才儿童？阿诺，你说对不对啊？不对，提爸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你一定是对马尔寇神先生有成见，他的做法虽然狠毒，但是都是为我们好啊。我觉得他才像男人中的男人。那个武教练啊，外表长得那么漂亮，内心却狠毒。马尔寇神先生喜欢他，他应该觉得三生有幸。你说对不对啊，提胖？不对，我觉得武教练就像是白雪公主，我们就是他身边7个矮人。我看那个马尔寇晨啊，就是那个老巫婆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哎呀，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呢！哎，不是，没大没小啊！大便背后还会说人家的坏话，看我怎么！老巫婆，小孩子发发牢骚有什么关系呢？白雪公子，那就听你的。好热哦。哎，踢胖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吹风啊。哇，真的好凉哦。哦，九头公，拜拜哦，保庇大家平安大赚钱。啊，我的天哪！
想不想吃鸡肉啊？哦，来啊，过来吃啊。甘蔗汁，甘蔗汁要什么用？那你动动你的脑筋呢，好好想想办法。用脚把衣服洗得这么干净，天下没几个，除了我就是你。我可以休息了吗？可以，不是现在。好、啊。好、啊，那么少啊！哎呦，要咬到什么时候？咦？小天，甘蔗汁好了没有？甘蔗汁好了。哇，那么快啊！这甘蔗汁太甜了，我有糖尿病，你比较辛苦，给你喝。赶快把它喝掉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嗯，再弄一杯，等一下我拿给吴教练喝。嗯，我要喝甜甜的。
有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对，什么事情？到底有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乱吃豆腐，我知道我的行为太卑鄙太无耻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。好了啦，你我都有责任在身，最好是不要涉及到儿女私情。我男子汉，头可断血可流，人不可不风流啊。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好吗？那你来到这里之后有没有跟家里的人联络过啊？嗯，那令尊殿堂正空康泰，托你的福。那下次写信的时候代我问候伯父伯母。太晚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小叮当、阿诺还有 T-Pong 都跑掉了，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里谈恋爱啊？什么？小妹等等我，真是不同情。老公想要吃油花酥。说了！等等我！提防快点啦！跑不动了，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快点，我们没有时间了啦！我又饿又累，我想回家了啦！提防，前面有个古墓，肯定有宝藏哦。棺材里面怎么会有宝藏？都是死人呢、啊。棺材里面如果有宝藏的话，我们就发财了。我们过去看看。快啦！阿诺，你胆子比较大，你下去看看。好，我们一起把棺材板推开。好。阿诺，你摸到什么了？一根好大的烟斗。真的吗？不行，我抱你下去看看。小叮当，你发现？
些什么？OK， 阿诺，小叮当，你跑，小妹啊 ，no problem， 你放心，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要是他们不回来呢？不回来更好啊，我们两个可以谈谈呢、啊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 ！Last fight， 救命啊！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说他们一定会回来的，而且不是用走的，是用跑的跑回来，跑得蛮快的。有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们跑哪去了？啊！通通跑步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好个腿鬼没！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呢？这个山上有魔鬼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！我知道，就在那边啊。有个胖僵尸。马尔寇真的有僵尸、有僵尸那太好了，我把僵尸切成一片一片的，煮上个鱼头，回去再加上豆腐啊，味道一定没那个的，回去啊煮上一大锅给你们好锅、好不好啊、谢谢，我现在真的吃不下、那边真的有僵尸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、我不骗你了，真的有僵尸。他妈来去偷的了，回去哦、我就用奶杀孙西尾巴叉就是给你好锅啦、好了啦、我们去看一下。哎呀！这边有僵尸，对，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。小妹，你别怕，北湖僵尸我是一流的。有没有朱砂？有没有朱砂？有没有朱砂？糟蹋我！干那点你摘不？我摘了。怎么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要不是昨天那一脚把我的元气伤得那么重，也不会变成这样啊。那学长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对，用铜尿。对，铜尿，我有铜尿。你从那边拿来的红茶，我口好渴，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啊？OK OK no problem， 你要喝是不是？把嘴巴张开啊。傻瓜，这是我的铜料。小妹，你照顾他们，我去对付僵尸。 no problem。
Hello， 嘿嘿，哎，哎呦，你功夫很好啊！哪里哪里，身手矫健哈！哪里哪里，知道这是哪里啊？就是哪里，片场。哦，难怪刚才我跟你对的时候就知道你是大导演了，来，请对。我有秃头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讲出来哦。你如果讲出来，你就太没有名气了。我一定认识你，朱延平。我有那么滑稽吗？啊，我知道。看你的气质就跟别的导演不一样，你是侯孝贤嘛？哎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猜猜我是谁？可以，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你姓什么。姓蔡。哎呀，早讲嘛，姓蔡就是蔡阳明嘛。我叫蔡涛。茶叶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来了什么呢？我看看，哎，奶精啦，奶精。哎呦，我也要看吗？你不是说有烟斗吗？我明明有摸到啊。哎，好了，睡觉。哎呦，琵琶、阿诺、小叮当，你们给我出来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看他们，他们好可怜哦。哎呦。有什么好可怜的，敢逃跑就不要回来嘛，还吹牛说看到僵尸。小小王，小小王，你会通灵，你说好不好笑？不好笑，真的有僵尸。我看啊，你这个光头被太阳晒久了，也是阿达阿达的了。吴教练，他们已经蹲了一夜了，能不能不要说了，不要偷懒，没有三两三就不要上梁山。提炮，什么叫做没有山梁山、啊、就不要上梁山啊？啊，笨蛋，就是说身上没带钱，不要去梁山玩啊！啊，哦，统统给我蹲牢！臭头，僵尸子鱼汤好不好吃啊？不要吃，我肚子饿。还是你比较聪明，一定是你带头跑的，小妹。信息了没有？我承认我的行为太无耻太卑鄙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。好了了，我们都有任务在身，最好不要谈什么儿女私情。好，去休息。那你来到这里有没有跟你父母联络过啊？什么？那你令尊令堂正空康泰吗？什么啊？那你下次写信回家帮我问候伯父伯母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哎呦，你真是不解风情呐、啊！好了，全部准备练功。姑奶妈，你在笑什么啊？老牛想要吃幼瓜笋。哎，没有啦，你去练功了哈。哦，姑奶妈，这里面是茶叶和奶精，送给你。送给我？哎呦，谢谢啦，那你再乖。不要了，那我去练功了。逍遥。
只会开玩笑，那是不想被游戏规则套牢，能快乐的方法我有好几套，就要看你敢不敢跟我要。小叮当，我看你好贪心呐、啊！我叫你咬小的，你把我咬大的，把嘴巴张开，让我看看你的牙齿。哇！不错，看你的牙齿可以咬石头了。是不是翻一次给你看？会痛了。当然会痛啊，不然怎么叫石头啊？没大没小，把悲伤放掉。这样的世界很热闹。好嘞。错了！啊啊！要不然把我拉起来啊！哎呦！不错嘛，肌肉还是肌肉，还是硬邦邦的。哎，滚！不要以为我只会开玩笑，那是不想被游戏规则套牢。叔父来陪你扑嘞扑嘞，你如果能够拉动叔父的话，表示你是成功了。敢跟我要，靠近我就能拥抱，赶快把心事往我的心里倒。有时候你大没笑，可以让你成功了，难过得更好，没大没笑，把悲伤放掉。你再取笑我，我就扁你。那安呢？难道让你下去啊？
爱水嘛，这些嘛恁的哦，连你嘛爱叫我来吗？嘿嘿哈，用力！嘿嘿哈，起来队，停！嘿哈哈，嘿哈哈，嘿嘿哈哈，嘿哈哈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不是叫阿妈背个猫小宝吗？好了，你们自己继续练啊。你穿这样的衣服来这边干什么？哎呦，人是专工穿技术衫，搁装安呢，要送物件来给你吃啦。这是我哦精心泡制的 milk tea， 给你啉啦。milk tea？ 啊 ，milk tea 你唔知哦啦。啊 ，milk 就是牛奶啊，啊 tea 就是茶，就是奶茶。奶茶。来，喝啦。Very good， 哎，早知道你会泡奶茶，在我心中就会爱你一点点，一点点也好了，谢谢啦。啊，我先来勾脱洗衣服了，拜拜。先泡那个 milk tea。阿郎，阿郎会惊见小宝个一口那木乃伊。阿郎，哎呦，阿郎搞干你滚墙粪草啦！时间遐尼早，都入去等我。
物はあの子に。はい。メモはありません。この前探してこい。はい。帳簿怎么倒了？马寇神他跟你一样。哎，你笑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明月。哦，阿郎哎，阿你都将来包个一个两百张哎，阿哥向你错咯，阿郎。先生、着物持ってきました。灵车到底在哪里？怎么找不到呢？败家了！他把我死了！知る。わかったか。バカ野郎。はい。兄貴、すみませ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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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何よいバトル。兄貴のくせに、チャンスがあったな。くねしである。この時、僕が兄貴に、なでみせる。威張るな。バカ野郎。バカ野郎。は、兄貴。何を言ってる。おかしい。どうして？先生、なぜ着物を買っていません？何の着物？さっきまで行きました。本当？はい。唐三郎先生，久违了。陈氏，马尔寇城，乌龙族长，你的名堂还真多，阴魂不散。说得好，没错。即使我当鬼，我也为了抓你的。有龙？做鬼？那太容易了。你以为我怕你？狗屁！我是尊重你。你做你的警察，我做我的生意。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讲得太好听了，做生意明明把我当成傻瓜，贩卖军火毒品，无恶不作，罪该万死。我是该死，但是谁要先死还不知道。原来你也会怕死。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痛。那你走吧。嗯Thank you， 后会有期。嘿，顾奶妈，这些小孩都已经睡着了，麻烦你照顾，我去找马尔寇臣。好。对啊，一个头前行，一个后边追。嗯，还是要骗我？你俩总我唔知你要约会哦。哼。
我带来看看。小喇嘛睡觉了，吵死了。有状况。哎呦，拜托拜托，睡觉吧。孟波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有鬼魂向我们这里接近。我，小喇嘛，你不要吓我嘛。踢爆的、啊、为什么我们是要躲在坟墓旁边再追你吗？我是被他咬上一口就变小僵尸了。僵尸叔叔，你刚才一直叫宝宝，是不是在叫他？好，小喇嘛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他好久没有吸到人血了。蹄胖，还认为你的血最新鲜，他看上你了。啊！不要！哎呀，骗你的啦！我再去跟他沟通沟通。好，我个好子啊，把那啥给我和你弄开，你明的是？别信我，给白送我开。那阿瓜都是的，罗西丢死，我阿拉斯把我杀了。小喇嘛，他又说什么？他说啊，他是清朝的一名官员。他的儿子在8岁的时候就生病死了，他因为想儿子伤心过度，也就跟着去世了。蹄胖，他喜欢你是因为你像他儿子。僵尸叔叔，天快亮了。老毛病又犯了。要找陈四儿，跟我来，带走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本名册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。那是你家的事。你说过你知道名册在哪里。我问你，陈嫂在哪里？我问东，你跟我说西。你要知道陈嫂人在哪里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现在已经躺在棺材里了。现在你应该告诉我名册到底在哪里。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姑奶妈回来了，姑奶妈回来了，你们快上来呀、哎呦姑奶妈，姑奶妈，姑奶妈，姑奶
吗？你怎么会变这样子？武教练呢？武教练哦，被坏人抓走了啦。哦，哎，阿马哥城呢？还没回来啊？还没回来，还没回来哦。姑奶妈，你不要伤心嘛。姑奶妈，不要再哭了嘛。反正马尔寇城又不爱你。谁说的？是小叮当说的。小叮当呢？在帐篷睡觉。小叮当，小叮当，你给我出来！小叮当，小叮当，你给我出来！小叮，姑奶妈，你当我们好不好？啊，哎，好了，好。你不可以骗我，我不会骗你的啦。你好漂亮，小叮当。哎呦，你敢不敢要骗呐？是讲哦，说梦话都说我漂亮，表示说哦，我真的很漂亮了。虽然说梦话哦，但是生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啦。哎，小叮当啊，那你为什么说马尔寇城不喜欢我？是蹄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原来是这个死胖子。我就说嘛，平时我是最疼你的，还帮你挤臭头，你怎么会说我嘞？啊，那你乖乖睡哈，臭胖子。蹄胖，我又对不起你了。有种就别跑。什么？还不赶快去救武教练？他不去，我们自己去。你又不知道地方，朝东北边走就可以找到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走。等一下。看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各位，我和武教练都是国际缉毒组的刑警。因为日本人在这岛上贩卖毒品，危害人类，我和他是来抓他们的。那我们跟你一起去？不行，我们要替姑奶妈报仇。报什么仇？你们弃主是死路一条，因为他们的火力太大。我自己有打算。我们要去，我们要去救武教练。小叮当，这是你的。阿洛，这是你的。甜甜，这是你的。蹄胖，这是你的。小奶妈，这是你的。这些衣服都是姑奶妈一针一线把你缝住的衣服，本来是要等到你们接信后才要送给你们的，没想到你们还没走他就先走了。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。现在你们可以下山了，我没有办法送你们，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想报仇还早得很呢。通给我滚蛋。男子汉头可断血可流，人不可不报仇。我有办法了。先生，社長から電話です。メモを待ったか。メモがなかったら商売でき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。はい、明るいに探してこい。なかったら切腹をしよう。
你们不走还在这里干什么？马尔寇城，我们是来跟你拜别的。嗯，我就知道平常你们三个最乖最听话，难得有这份心。起来，干什么？是这里没错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孟博阿诺去那边，提报小妮拉走后面。
想找死啊！小妮娜，不要干什么，我要想病。不错。怎么回事里面呢？马尔克森，你要把我们炸死啊！你们这些小鬼把我绑起来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们心目中有没有我这个师父？没有，没有。站好。嗯。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嗯？怎么少一个呢？哎呀，破头了！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。小叮当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那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走啊！我放流啊！没关系，我们走吧，别怕啊！我们快离开这里。我把他们炸死。刚三一郎先生，你怎么没有在里面啊？你不是早已经死了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做鬼要来抓你的。坏蛋，不要不要！你第二招，嘿，
的。少龙川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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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龙川！哎呀！哎呀！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好痛啊！Thank you.
少年得志，我又没有痔疮，操谱。第几宫？在几宫？三级宫。我跳跳站在这啦，讲风水给我做便便啦，哎呦，便便啊要做吼，嘛给我做一点大理石，看起来嘛较高尚，讲安尼啦，哎呦，气死我了。明月，难道我不了解你对我的爱吗？我只是爱已注入在身，无法涉及儿女私情。我知道这20年来，你一直深爱着我，想得到我，其实我也是个有血有泪的感情动物。我只是想把所有的毒枭全部抓到以后，再好好的弥补你，明月。没想到你就这样抛下我先走了。阿龙，我在你后面，我没有走。你对我这么好，如果我真的要走，我要带你一起走，那也好，你对我丢定呢。明月，我知道你一定很寂寞，逢年过节。我会准备三星树个给你祭拜，如果你在地下有灵的话，希望你保佑我跟吴教练比翼双飞，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取代你。其实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，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秀妹。你爹就无良心的啦！你不是太爱我啦，你是叫我死的啦！你怎么这么命？你大脸笑，暗自的心跳，可以让我能过得更好。没大没小，把悲伤放掉，这样的世界会很热闹。开玩笑，那是不想被游戏规则套牢。能快乐的方法我有好几套，就要看你敢不敢跟我要。靠近我就能找得到拥抱，赶快把心事往我的心里倒。有时候想想好笑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我就是你放松心情唯一的频道。没大没小，放肆的情调。